除了小朋友，
你哋靈翻轉頭望下你哋生命嘅歷程，你自己嚟睇下，喺生命嘅歷程入邊，你有冇見到天主喺度帶領？假如唔係天主嘅帶領，你今日唔會喺呢處。假如唔係天主嘅帶領，你當初你係唔能夠越過嗰個難關。係天主嘅帶領，係咪奇蹟？係奇蹟嚟嘅。不過我哋自己有時往往俾我哋自己思想困住，或者就好似個門徒，只係望到嗰啲破船，望到嗰啲破網，望到一個捉唔到魚網嘅海，冇諗到原來在耶穌嘅帶領之下，佢能夠見到生命嘅新嘅形象、新一章。今日我哋所讀嘅第一篇讀經，佢記述就係講厄利亞同當時嘅亞哈布同埋伊則貝爾佢所養住嘅巴爾邪神嘅450個假先知，大家一齊去鬥。結果咧，當然啦，佢鬥贏咗嗰450個假先知咧，輸咗。但係佢贏咗贏輸咗，點解我哋話？厄利亞贏咗贏輸咗咧，因為佢贏咗殺咗嗰450個先知，但係現在亞哈布同埋伊撒貝爾就要追殺，所以佢要離開佢自己故鄉，離開佢宣講嘅地方，佢要走去一個曠野，去到一棵樹下低，一棵稻草樹下低，然後佢瞓低等死啊！佢話：哎，我冇用，我做唔到我祖先所做嘅嘢，等我死啦！於是佢躺下。但是我們看到天使拍醒吃啦，吃些東西啦，他吃了然後再睡，他不想動，天使再拍醒行啦，你還有一大條路要行。我們人生說緊的就是我們人生，我們人生歷程裡面天主帶領了我們，但是這個信仰不是單獨只是一個興奮劑，一個安慰劑，你食咗之後，你瞓一場覺，然後邊有乜都冇事？唔係，佢係俾你一種咁樣嘅力量，一種堅定嘅信仰，使到你可以喺人生嘅衝擊之中，你繼續向前。所以聖經記載，厄利亞食咗之後，佢起身，佢繼續行，然後去到天主嘅三個南部去見天主，天主喺度。信仰的力量呢，不是物質，不是你美酒吃了頂住人頂住死。信仰的力量不是只是為我們提供一個避難所，一個一時的刺激。信仰不是一種空空洞洞的信仰，我們接受了就算了。我們大家如果一個主人參加人生，我請大家你是很認真地問問你自己，你是不是一種無動於衷地前來啊？今天主日現在九點半我們參加弥撒，於是你就參加弥撒，參加完了之後你是依然故我地離開。一陣間我們會領聖體，你來領聖體你伸隻手就神父、主教、執事給了一塊聖體給你，你領了，你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感覺咧？冇，你哋都分咗之後，咁然後你跟住你唔知南邊邊，你揸唔曬，於是你聽。我哋中間會唔會有咁嘅情況？或者甚至你我，我哋會唔會係白白地領受，空空洞洞地走？我哋係好易改變到我哋。如果係咁嘅話咧，信仰我哋有咩意義先？福音之中，我哋見到耶穌佢嗰啲佢嘅族人猶太人變，猶太人本來就係非常之興奮，因為耶穌能夠用五個餅變咗糧食糧，使到5000多人啊個個都能夠食飽，於是佢哋想要擁戴佢為王，冒死啦呢次，唔使辛苦，唔使打針，唔使食藥，乜都搞掂。即是你不需要任何的辛苦，你就可以繼續生活。如果你病，耶穌已經奇蹟使到你復活，就算你死，耶穌呼求你可以復活。那我們在這個生涯是否天